总统杯和国庆杯的业余男女高尔夫锦标赛今天下午全部的结束了。女子组36洞总杆冠军是蔡丽春，她的成绩是146杆，荣获了这届的总统杯。而净杆的冠军是差点22的林毛金华，她以净杆141杆的成绩获得了国庆杯。男子组72洞总杆冠军是洪发，他以286杆的成绩夺到了总统杯。而荣获国庆杯的净杆冠军是康世荣，成绩是差点24，264杆，